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我已经是23年晚上不吃饭了。我又回到了我亲爱的家，今天又要来突击奶奶。奶奶，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你。那天呢、有那个网友啊说看你做那个运动啊，他们很想知道你平常都吃什么东西，为什么可以这么养生和健康。我今天要来给你出一个考题，你要去找几样你觉得你这几十年来你养生都会吃的东西，然后你准备个几样，我们下一次来听你介绍你为什么都吃这些东西，要吃这个为什么会变健康。好，看你什么时候要我做什么。好，那10分钟后。不是，没呀、骗你的啦。给朋友讲了一个原则了，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吃东西非常要紧。我已经是23年晚上不吃饭了。23年晚上不吃饭，其他的东西看到时候你准备什么再介绍给大家。好。一个是多胶红枣桂圆，多胶红枣桂圆。奶奶在背台词。刚刚说我都记得起来了，又来找奶奶了。奶奶，我交代给你的功课你准备好了没？好，你准备好了。你这样子塞得太明显了，你早就知道我要来录了对不对？预备开始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孟耿的奶奶，我今年90岁了。我这个健康呢，5脏6腑都没有问题。但是古时代有一个名言：祸从口出，病从口入，吃东西非常要小心。陈品我是从来不碰的，不吃这个茶也不喝咖啡，只是喝白开水。吃那个不过颜色的菜，但我吃的是黑米饭，有3种做起来的，一种是黑米，还有炒米，还有藜麦，超高级的营养，而且吃了也绝对不会发胖。这个是黑的，是肝脏。红的是心脏，绿的是那个肝脏的哈，黑的是脾脏，好，没关系，好，没关系，我们开始介绍吃的东西吧。好，奶奶，那你现在第一样要拿给大家，你说你早餐都会吃什么？我呢，一个礼拜会吃一只鸡脚，要蒸得软软的，入口都是骨头就出来了。这是鸭比的脚吧？不是，是鸡脚。你怎么那么心虚？我早饭是吃一个蛋饭饼，前面空肚子要吃一个奇异果，奇异果是水果和蔬菜里面含钙量最高的。好，所以第二个东西是奇异果，是不是？头一个吃是奇异果，吃完了以后，但煎一汤匙的那个黑米饭，吃完以后我就要吃这个白木耳，我每天早上都要吃一大杯。老年人哦，吃起来又很方便，胶质又有，含胶多的话，老年人跌跤都没有问题，顶多是发紫而已，发紫嘛，几天它就过去了。骨头绝对不会受伤。为什么你有这个袋子啊？我怎么没看过啊？我孙女有做这个来卖，晚晚甜点这个公司打电话去订，他就会送到你家里面。哦，姐姐你进来帮奶奶补充。晚晚都是甜点啊。中式了。对呀、晚晚中式甜点。现在没有人在打电话了，很多都是网路上。网路上点一点啊，这样子。这个一袋里面哦，有5种哦，有莲子啊、六种。莲子啊，是白色的，那个对肺好；红色是对心脏好；绿色是对那个肝好；黄色是对脾脏好；黑色是对那个肾脏好。啊，蓝色嘞。蓝色我就不知道，我不过颜色了。好，那我跟你讲，这里面有6种口味，我来跟你介绍好不好？好。这是我们最新出的，它是那个梅子绿白木耳，无糖绿白木耳。但是你都不喝绿茶，我知道。所以嘞，这个是蔓越莓白木耳。哎，要红色的这个就好了。花青素很高啊。哎，对。这个多胶就是有桃胶和雪燕、红枣、桂圆枸杞的，这个就很适合。很棒。最后呢，还有这个是养生红枣莲子，里面就是有你刚刚说那个什么莲子对什么好，莲子对肺好，我白色的莲子对肺好，然后这是低糖的。好，我讲完了。那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出这个吗？就是因为母亲节快要到了，孝心母亲哦。
最好是买这种镜头在这里给最好是买这个给母亲吃。好，谢谢奶奶你的介绍。 OK， 我们不要再多说什么了，记得母亲节礼物不是送奶奶的鸡脚哦，是送婉婉这次出的礼盒。这个袋子真的好可爱哦，这个材质是泰维克材质，防水然后抗撕力非常好。那你觉得要买几次才够诚意？三次四次都无所谓。你要说三十二，32。好好好，那我们先在这边预祝，哎呦我的头发，预祝各位母亲母亲节快乐，大家都是要健康，像我90岁了，你看看吃东西很小心。好，奶奶跟大家拜拜。拜拜。奶奶你刚才干嘛？阿兰不开店了，今天阿兰不开店哦。阿兰是不是上次有一次在摊上一直讲客家话的那个？哎，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买什么？整个菜市场哈、哦。对奶奶的非常注意，连做衣服的人我不气哦。我说哪里要怎么弄、啊、到我们家里来哦。奶奶做人是很成功的嘞，我跟你讲。